不知不觉就是粉丝福利第四弹了。而有很多朋友留言说我长得很像陈慧琳，那糖糖今天就唱一首陈慧琳的《记事本》送给大家。随身携带的记事本，写着许多事，都是关于你。你讨厌被冷落，习惯被守候，寂寞在找我。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爱的痛了，